今天主要是要来讲这件裤子。这件裤子其实你要穿西装外套、牛仔外套，通通都可以。然后再来呢，它是做一个就是蛮简约的裤子，但是很显瘦，而且你可以当内搭裤，也可以外穿哦，非常的瘦。然后它的布料是蛮笔挺的，不分尺寸。然后呢，它一样就是弹力裤，所以大家都可以来驾驭。那这件裤子啊，我觉得其实蛮难介绍的是，它很素，但是你们买回去就知道它的磅数跟质感是非常挺的，它不是那种软软会皱掉的裤子哦。我觉得裤子的长度大家都很喜欢，而且黑色、杏色都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，它都是最流行的颜色哦。它整件其实用杏色来介绍，很明显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它很笔挺？我刚刚讲的这裤子不是那种软软会垂下来皱皱还要整烫，它是很挺，而且呢，这件裤子它下面已经把翻起来的地方、折起来的地方已经把你缝住了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会掉，因为有时候你自己折的话都会掉。你们都以为这是休闲，你看我换一个西装外套、欸、也可以耶，而且这件，所以这个裤子就很好用。你要穿休闲牛仔辣妹风也可以，你要穿等一下欧尼的姐姐风西装外套也完全可以驾驭。